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掌声来欢迎到我们的团长江立浩，江团长，为各位呈现我们今晚的 Uncle Jim Up with me。首先，谢谢大家今晚的莅临。然后，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大家比较辛苦，戴着口罩听音乐会。那希望我们这个。 比较辛苦的日子可以早日过去。那今天我们晚上安排的这些曲目呢，有台湾民谣、客家民谣，还有中国民谣。那希望借由这些音乐的声音呢，可以让大家比较郁闷的生活呢得到一点抒发。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Uncle Peace Oblivion， 谢谢。
掌声献上，由我们的蒋云豪老师带领着我们的小提琴老师张小文老师和我们现场的同学为各位呈现的作曲。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献花给我们的小提琴老师张小文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带来这精彩的演出，跟我们的同学一起的合奏。